喂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今天我们酒店有贵宾的。继续去玩。他是在国外长大的，行为举止是有些洒脱，但应该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吧。快小心，是我错了，是吓得我不敢了，对不起。我周可可可能这一辈子只会做这一顿饭，但那是给你的。还能够做准备，谁人眼中有翡翠，谁人眼中有暧昧。 No, no 他不一样，他可恶。如果说没有证据的话，还是不要乱说的比较好。